好，这个是东风淘汰，南风西风啊。这个我们现在总奖金是14000，总值是24000。好，来创户，创户庄家，15，立马开3家的牌。庄家创户，佩婷、智源、曹思泰、发财。 北风，东风，西风，发财，7个3万，吃不到，白板。 一头，9条，白板，4万，这只8条，对，7万，2万。 9条，4万，白皮，南风，9头，5条，10。 风，8头，再一只5条，红中，痛，3条，10，2条。 十，发财，5头，来，服了，这声音就是糊了，<笑>特别有张力，快倒下来。好，这是庄家一台，败部负债的第2把，来，佩婷。 <笑>好，十出来看3家的牌。庄家佩婷，智源，创富，5把。好，佩婷。好，西风，北风，发财，北风。 南风，9条，哇，东风，哇，1万，8万，10，8台。 黄，东风，痛，6头，1条，4，红中，白皮，4条。 4头，10，4万，碰，5万，10。
八条。七万。七万。二条。一万。一万。二万。北风。白皮。二万。一万。白皮。发财。发财。四条，红中，红中，五条，四条，一包，五万，白板，八万，三万，什么？很厉害耶！这边也是，哇，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没个半个，六九的，这个比抓了五张的。好，这是四轮海，好，庄家两台。发出货站的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家的积分。好的，现在创富呢是3100分，然后我们的佩婷是7200分，智源是4700分。待会再报告你们两个要摸几台啊？摸五几台？来，智源看吧，17。代步货站最后一把，看三家的牌。来看庄家智源。对。创富。摸一把富婆。佩婷。来，出菜。提包。创富要摸三台哦，啊，智源要自摸两台，你们胡他都要三台。发财，发财，发财，五公，白皮，一条，一万。一桶，两万，红中，九万，六条，九条。八万，九条，九条再一只，八条，四条，一桶。
九万。三万。二筒。对。一笔。西风。一饼，被你喊来两张。嗯，交头。南风。四饼。对，一条。东风。八条，八筒，三条，八万，五万，五筒，六筒。不怕放炮，他们不会毁掉吗？六万。他们不会，他们台数不够，他们抓拼四六万。真奇怪，八筒，一万，白板，三张四张，七条，六七七。八万，好奇妙，奇怪，六对啊，牌都去哪了？六万，怎么？哇，转一个很漂亮哎，没有，三六毛没有，对，投下来。排二五万，奇怪，他好久哎，那他也只有三张啊，来了，都我的，都在这里，嗯，哇，门清一摸三，刚刚好就过了，刚刚好摸两台就摸两摸，你要摸三台，对啊，刚刚好，两台没有，所以我都没吃，是啊，对。好，所以呢，佩婷功亏一篑，哇，恭喜了创富获胜。我们决战北风北挑战吧，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
受欢迎的命理大师，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